哈喽，我是 Studio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想办法当一个 YouTuber。 对，因为我要来实习一下到底要怎么当 YouTuber。 当 YouTuber 好难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外面会有那种工地的杂音，就是在装潢的杂音，因为油桐工作室这边附近有人在装潢，所以 City 我们看一下 Look around。 哇，这些都是他们的指令方块，好多。哇，好，然后 Tutorial。没有，那我们就 start 吧， go。 哇，还要睡觉和接耳机欸，我还有手机呢。我已经100订阅啦，想什么？我100了，我100了。哦，可以做欸，可是它没有任何模组啊。对啊，我没有装模组啊。哇，1000啊，我真的还没。可是我为什么不能用手机？我100啦，好吧。所以如果你当 YouTuber， 你要100订阅才能用手机，然后你平常要换衣服也要1000订阅才能换衣服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说，今天是寒假的第二天，如果想要看。就是期待第三天的，就在下面点个喜欢哦。没有改变，我们是笔电欸，我现在目前真实世界我也是用笔电，可以做。就我真实世界椅子是绿色，所以不一样。这边我工作室没有印表机。好，那我怎么？还要踩在电脑上 ，make video 哦，当然啦，拜托我 ，select your game。我的观众都比较喜欢看 Minecraft。好 ，Hello， 我是 Hans Du。我要干嘛？我好废。接影片。我这里面应该很难看。看一下，来五颗星啊！我好饿，可以吃灯吗？不行。我怎么了？是我死掉了，我太饿了，那我要赶快睡觉，晚安。睡觉，狂呼，来拍第二部影片。我刚刚那影片那么烂，然后还是要按那个啦 ，A 和 D 啦，来，坏了，有，有。好，这部影片应该会好看一点，应该希望。我100订阅了吗？我要出去吗？三天哦。打分呢？不要。I subscribe， 耶！你好棒，我可以回留言吗？酷、cool ，
哦，当然我不会打，就是酷。我有回留言，加33个订阅。为什么？我才看一部影片就这样了。哇。哦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100订阅了。哦。我可以用手机嘞，好可怜哦，100订阅才能用手机。我要夜三。耶。啊，好痛！等一下，干嘛 ？Instagram。哦哦。哦，还有倒数计时器，好好好，真的太难了，再一次。我 Minecraft 都在拍什么啊？好好奇哦，我在 Minecraft 里面拍 Minecraft， 无限循环。我在 Minecraft 里面拍 Minecraft， 然后在 Minecraft 里面再拍 Minecraft， 然后在我会不会在这台电脑里面也在玩现在这个游戏？我看留言。Who else saw this face at? 为什么？谁 dislike？ 我连续拍四个 Minecraft， 大家不喜欢。Who else saw his face at 2:34？ 2:34，我脸怎么了 ？I love your face. Please can remember the name.Sorry, I not understand. 他不会讲英语。Hey, 干嘛啦？我太晚睡。Oh yo, 在看留言呢。看留言不用睡觉啊，干嘛啦？哪有 YouTuber 每天都睡来睡去？三天时间到。Please subscribe. What's the sound?3:45是什么歌？我不知道。我要回答 IDKTO， 我不知道。好，再来。我要睡觉了。这个人，我好爱睡。Social Media， 减150个，你疯了？我好像去读书了，没关系啦，读书不会伤心。读书会伤心吗？我拍了25分钟了，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么久的影片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那有没有这东西？我有50块，我们收集到80块。继续工作去，他怎么没有让我去？这赚了多少？还是55啊 ？Hello， are you there？ 我什么时候才1000订阅？好久哦。订阅数新的好久，要让我1000订阅，这不行啊！低效了，为什么？What the heck？ 太怪了！哇，连续攻啊！怪啊！是我饥饿值还是什么嘛？才不让我工作吗？没关系啊，睡觉。我大概都可以工作。
我想我工作，人家想工作还不给我工作，哎，我581嘞，嗯，没有啊，他自动拍影片，我剪辑师，然后帮，哎，剪辑师，你不是会自动帮我剪影片吗？你看，你现在。啊，我真的不懂你。好啦，那，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对，如果，对，今天我们当 YouTuber 就当到这样，我觉得500多订阅就很棒。那如果你想让我赶快破千订阅，可以让我换衣服，就在下面点个喜欢，拜托，好想换衣服，我已经。29年穿着同样的衣服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穿的这身，我刚出生就穿这身衣服，我都不能换衣服，因为我没有1000订阅。救救我，各位朋友，各位观众，按下那个订阅，让我换衣服。好啦，那大家也可以有 Minecraft 的，也可以来玩玩看张笔跟我们说。而且我没有天花板，帮我盖个天花板盖吗？谢谢，好，那我们再见了，大家，拜拜。